来帮我压住一下，赶快帮，帮我遮住。我先让你。我还没压下去哎、欸，大姐。因为我们压就觉得好可怕。你觉得好可怕了？好，那我要正式来了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笑。你不要因为故意要录，然后又没有没有，因为这一块本来就很痛，因为这一块本来就很痛，所以我才想录。真的，你很贱，真的很贱。两三年没看到你，你还是一样，哇，好痛哦！怎么这么痛？块筋怎么了？你可以跟我说明一下吗？就我抱小孩没。所以他都大，你要不要瞬间把它碾开？碾开什么意思？我瞬间大概三秒钟就把它弄开了。哦，可是一定很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很聪明吗？我一直都很聪明的，你只是忘记了啊。好，至少比那个带你来的那一位聪明多了。对，我知道，他那个傻不隆咚的，啊，我已经彪悍了，我的天哪！你不要一次碾开，我不要啦，你慢慢来好吗？求求你哦。我们时间很赶吧？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儿子还在等你耶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我妈妈看着他就好啦。啊，大家好像很常来复健耶，他每天要叫我抱哦。不用啊，我一次碾开，可以熬一阵子。啊，你怎么发现我越来越？远离你啊！哦，这个回家可以自己做什么运动复健吗？嗯，可以啊。我们那个我的 YouTube 上面有一个蔡氏拉筋操，可以看那个做运动，那就可以手就可以慢慢恢复。好，你讲得好，你是因为在录吗？哎，对，讲得很正式，不太一样。这个我可是很聪明的。哎呦哎呦，跟某人不一样，说不定他会看到。他是铁粉哦。没有没有，说不定他看到也不知道在讲他。很有可能。姐，你知道在讲谁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一直知道。你看，没有，是聪明的。不可以明讲。姓蔡的。不可以明讲。不要这样子，这样他就知道了。对。这段要剪掉。你不会剪的，对，可能不会剪。哦，好了，我们治啊，已经没那么痛了。啊，你不要疼了。啊，是不是？有比较不肿了呢？之前肿的好夸张哦。哦，这手应该没那么夸张，是不是？这手比较不严重哦。你看看吧。我们一次碾开啊！啊，不要啦！哎呀，贱嘞！好不好？不要！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你不可以因为这样做效果，那我会想杀你啊！哦，好痛啊！啊，我应该带件衣服来换的，都流汗了。没关系啦，反正外面那个空气那么脏，回去也是要洗一下澡。这样宝宝比较健康，对不对？我会洗手，我会洗手哦。不只要洗手，我觉得全身都要洗一次。衣服要换掉。对，衣服要换掉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因为外也是要接触一点那种细菌，你知道吗？等他长大一点，再去带他接触细菌外面的世界，我觉得。他现在几岁？两岁。哦，那可以了，接触吧。变脸变太夸张了。哦，我误会了。婴儿呢，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。就是因为他现在大了，我赶快来找你，再不来我全身都要散了。好了，一次了，一次了。啊，不要啊！千万不要，妈妈会哭。我试一下。啊，不要！
那个音频的那个，哎、欸，看谁最厉害，欸、看谁那个声音、那個、分数最高，分贝最多。对对对，我都翻白眼。你不是常翻吗？有，我有在克制。像你说不要常翻白眼，我很认真在克制哦。是因为跟那个某人在一起，那时候才一直翻白眼吧？他还好哎，你也知道他脾气非常的好。对，可是他做出的行为令人翻白眼啦、啊。因为我不是他伴侣，我不会这么觉得。他先生曾经讲过，趁他上厕所的时候跟我们讲，我说你很坏。说我很坏，说什么？他先生。哦。他先生，你也差不多了，你看一直在讲他。他先生是永远觉得他很笨很有趣吧？对呀、啊，可是他又担心他儿子遗传到他的智商。不是，我当时说小孩智商的遗传吗？好，那我以后会挑一个智商好一点的。哦，请认真。嗯，你儿子很聪明吧？啊，聪明啊，很调皮啊，太聪明了。太聪明，一开始很难养。现在就很难养了、啊、哦，我都快要死了。不是一开始，是现在。我现在就很想打他了，可是我一直在忍耐，不可以打小孩。不是啊，我就觉得有时候他犯错，还是要让他知道。可是我觉得要过五岁啊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记忆。哦、我觉得还没有记忆。所以打没有用吧？对。我没有要打他，我不打人的，我不打小孩的，因为他会模仿你，你知道吗？嗯。那是你家的啊。对啊。我所以我不打他，可是他都看别人打小孩，所以他就在打我。我说我都没有打你，你怎么可以打？那你要让他知道被打的疼痛啊，对不对？你哎，算了吧。他，你，你知道他有一次爸被你打，是不是？他比他做噩梦。应该要遇到一次坏人啊！你们都不当坏人，啊、然后就对你都很随便啊。哎、欸。对啊。你要跟他很认真跟他说，你这样打妈妈很痛。有啊。用说的没用啊，就是打打他也要处罚，对，跟然后跟他说，你都不处罚，他就觉得好像一直挑战你，对，他会挑战你的极限。有啊，最近一直狂挑战我的底线在哪里啊？为什么这边没有，这边要这样子？哦，好痛哦，在这里怎么了？就很酸啦、啊。对，很酸，我拿他死命的压。哦哦哦哦